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，闺女，怎么回事啊？姐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你干嘛？起来呀，快起来呀，闺女，起来起来，来来，怎么了这是啊？怎么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妈呀，流鼻血了！姐夫搬走了，流鼻血了！哎呀，都流鼻血了，我去拿纸啊！拿纸，拿纸！我搬走了，不还有桌子呢？龙一都搬走了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啊！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呀？姐夫说给你个惊喜啊！对呀，你们不是都结婚了吗？哎哎，对对对对，哎来来来，地址啊。那个，我还有个梦没做完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个我跟你妈是一块做梦的啊。啊，我也有个梦没做完啊，我先走了。龙一，你死定了！Surprise！ 欢迎老婆回家。龙一，我的床呢？一到家就找床，老婆，你好坏！你凭什么把我……哎呀，这设计，这装修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餐厅、客厅，还有花园啊！旁边还有游泳池，楼上还有露台。你不是想在家练跆拳道吗？保证你天天随时随地练。宽敞好，宽敞好啊！最主要的是。这儿离剧组只有十分钟，这样你每天下班就可以回家睡了。很近，很好。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龙一，你简直太厉害了吧！老婆，要不要上楼看看？哦，不用不用，仅一层就够了。什么酒？